搞个手势，把这一片的狗带走，这些狗全部带走，就这这些。猴子，带你回家了啊！你说你挨，净挨欺负呀，给下面，最后回家并挨欺负了啊！有点那个力量，就是你怎么能老挨欺负呢？我这诧异了都。看这俩，看。不咬人就咬狗，看到没？你也回家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以后别咬狗了，听没听？但是你也回去单间，你自己说你咬没咬过狗？我跟你说，我不再冤枉你们任何一个狗了。没有证据能赖你们吗？能给你抓起来吗？啊？你自己说，没有证据我能给你们抓起来没？抓起来。这回回去你们自己都注意点啊。但是还是单间。只是那个单间比这更好，听明天还有你一个，你说你一身反骨，你说你毛都倒枪毛了，别咬我狗了，听明天，你再咬我狗，我告诉你，你摊事儿了，妈！二愣子上前头了，回家了，二愣子啊！门口开干嘛？不咬我啊！就接你回家，你人家不高兴，去！哈士奇。两个，猴子全回来了啊！再把哈士奇，我给你们带两个朋友回来啊！猴子、二愣子，不许打架啊！啊，我咬哪了？松手！我老疼了，赶紧去冲去，去赶紧冲，冲完打疫苗去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俩冲去，我跟好大哥走吧。他俩不是战犯，他俩是俩被干倒的大哥，想当大哥没干过人家。你看这巨无霸哈，干二愣子。你看猴子，他俩一起放的，他俩挺适应。哎妈呀，今天我掉嘴巴子了。不累吧？小狼是不是节育了？你看你俩跟哈尔兄弟似的，左海盗右海盗。哎，那边去去。哎，那点的去。一二三四五个，他叫钢棒。伦伦你好。怎么样，猴子？二愣子？这地方大，你们不用打架啊，好好的接触，走，给我下来。小狼，这回整来小弟，最后你们待着吧，我给你们安排绝对合理，你就来吧。这里面只能一个，里面只能放仨，知道吗？因为一山不容二虎，这也是仨公的，小狼，这是仨公的，这六个。啊，这块是三母的，你看，哎呀，我给你整的明白了，你就整吧。大帅，还有这个叫崽子吧，好像是从那哪儿救那个叫崽子。避暑山庄，看看呢，全是绿茵茵的草，还有小树，这不比上面强多了。左右海盗，最里面的区。神活，对，这里面，这里，好，齐活。
跟孩子他们给一起。加伸个舌头，可怜样，合理吧？就我俩哥俩，这一个老哥俩，有水，憋烟儿，该凉快凉快吧，啊！给这是带你们下来避暑来了，怎么让你们避暑？给你们建造一个山上的树底下，带你们下来避暑，怎么样？你们可以给地下刨坑，给树下乘凉，啊，给你们建的一个避暑圣地。好好的吧，啊，不许打架了啊！你们都好好相处，听见了啊？该刨坑刨坑，敢给树下待着是不是待着吧？下午给你们铺床。这边的母狗去。这大狗，这全是大狗啊！快走！我走不动了，大狗老有劲了，我动不了。这抬呀，俩人前抬腿，俩人抬后腿。走，你放起来抬不住它，你放前面，我抬后。你得抬，你得请，你得请人回来，八抬大轿请人家。你俩一个120斤，一个160斤，抬他不跟玩似的啊？这点事儿办不了。完了，怎么样？水已经准备好了。你看这小树有多好，还理着呢。玩吧。这区多大呀？不拼的好啊，拼的凉快啊。你看你们刚才那区啥玩意儿？这区多盖呀？你看现在呆的。我上午来的时候都搁这草里面睡觉呢，老舒服了，老凉快了。怎么样？后头安排的合理吧？狼，珍珠，左海盗，右海盗。恶犬，别上面说，地主山庄。